我们都爱叫。由一条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。今晚抖动你爱笑神经的明星有陈伟霆、迪丽热巴、应浩明，和你一起爱笑的还有焦旭、陶然然、德柏、肥龙，还有更多的爱笑兄妹。我们都爱笑录了30多期了，然后这个复仇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这次回来的是谁呢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第二次来了吧？对，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你们是来下面村的吗？一二三，天佑神，棒棒的。你在干什么？随便单能团结一点吗？好，一二三，天佑神，等会再来一遍。一二三，天佑神，棒棒的。好，那希望你这次棒棒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来分一下角色啊，来，对，跟我有关系啊。也不会太为难大家，这个伟霆知道。反正上次华莱坞他也很比较惨，还不为难，他都比较惨。这个、真的不容易啊！你看你的兄弟姐妹们来了，有没有什么一些前车之鉴可以去告诉他们？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保持一个平静的心，平静的心。平静的心，平静的心，平静的心。为什么我越听越害怕呢？这是为什么？天佑神，梦梦吧，啊不是吧，棒棒棒的。别人待会会摔跤吗？一定会，一定会摔跤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过来。一会儿你摔倒了，我保护你，好不好？但是之前是你跟大师兄在上，那就大师兄。两个护花使者的感觉怎么样？而且我们是天佑小分队，所以我们是棒棒的，可以的，棒棒的，棒棒的。然然带着妹妹迪丽热巴和好友陈伟霆、应浩明一起野外露营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山洞。哎，你们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！哇，哎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？好臭啊！这好臭啊！山洞里的光线特别的暗，然然，你们要从包里拿出应急照明棒。屋子好奇怪。这个屋子好奇怪。陈伟霆，你是他们当中胆子最大的，不是一个人到洞穴的深处去查看洞穴的环境。哎，伟霆，你胆儿最大，要不你进去看看。好，行不行？行。对呀，快点，你胆儿不大吗？快点。伟霆，你在干什么？然然，你把应急照明棒扔给陈伟霆。伟霆，来接着照照那边有什么。那个是不是坏了呀？没有啊。好使吗？不好使我再给你一个。陈伟霆发现墙上有一个火把，拿下它，把它点亮。
昨天我已经发现什么了？啊，火把。怎么了你？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哇，那个火把很难拿，很难拿。拿。大家看到洞穴里的场景之后都非常的累，陈伟霆和然然坐到石床上休息一会儿。啊，伟霆，没事没事。伟霆，哎，这有一个石床，对，你看，这还是毛皮，肯定坐上去很舒服。我扎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太累了，你歇会儿吧。来来来，把这个放下。哎，你拿着拿着，拿着呀。迪丽热巴对这个场景非常的好奇，她发现柜子上有一个箱子。他去把箱子打开，哎，这有一个箱子啊，说不定会有宝物。这有奇怪的东西啊！啊！救我！救我！天哪，这里是什么东西？死了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太蛇了！妹妹，你不是怕蛇吗？你不怕蛇了吗？我怕，我怕。迪丽热巴非常害怕蛇，陈伟霆和然然把蛇赶跑。哎，没事，没有哥哥的啊，没事没事。看到散落满地的珠宝，几个人觉得这个房间非常的诡异，大家开始上下左右的查看房间的环境。上下左右。上下。哎。小心点，蜘蛛网。迪丽热巴，你可以去下面看一看。去下面看看。陈伟霆，你发现座位的上方有一个浮雕，你觉得这个浮雕很诡异？哇，很诡异啊！哇，很诡异啊！是啊，很诡异啊！对啊，看看怎么样？看看吧。看呢，你不胆儿大吗？看，好诡异哦！陈伟霆，你用手摁动浮雕。没反应啊！迪丽热巴看陈伟霆没有摁动，过去帮陈伟霆，两个人一起去摁动浮雕。我来帮你。怎么钱？你只找到钱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人，哎，快拿着。没关系，哥哥帮你装着。哎。啊！开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嗯。这不是大宝剑吗？对啊，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这个藏宝图说这个屋里有个大宝剑呢？对，应该是这个意思了。这个时候，你们的朋友英浩明找过来了。喂，啊，在这干嘛？你看，哇，好多珠宝啊！这里有个大宝剑，你看看。是吗？滚，蛇，滚，蛇。蛇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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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这个屋很诡异啊，很诡异吗？而且刚才伟霆发现了一个藏宝图，是个大宝剑，我看看。妹妹，在这里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很好。我我在外面做了好多吃的等你们，你们怎么不出来？四个人开始寻找宝剑的下落，去找宝剑吧。找啊找啊，妹妹找宝剑。没有啊。好，在哪找宝剑？宝剑。迪丽热巴和陈伟霆觉得这个香炉有些问题。哇，有些问题。你这个哪里有问题？
这香炉感觉怪怪的。怎么怪怪的？很假。大家一起把香炉的盖子掀开。啊！来，妹妹，我保护你。哇！哇，宝剑！他怎么了？哥哥，快快快，快帮我们，把他抬下去好不好？抬上去，快点。哥哥，喂。谁掐我的肉了？然然，你没事吧？你醒了？听到雷声之后，然然突然坐起来了。煞气上身啊！大师兄、二师兄、小师妹，徒兄，你要控制你自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师妹，原谅我没有手跟你握手，握个脚吧。但徒叔不是这样子的不？徒叔很帅的我。我觉着我还行，但真的差点。你是我的师兄，你也是我的师兄，你是我的小师妹，你们都不记得了吗？啊！你有没有看《古剑奇谭》？没事，原谅你，原谅你。然然，你带妹妹去看那只孤鹤鸟的浮雕。师妹，你过来，来，你记着这个鸟吧，啊。哎，你记得这只鸟吗？孤鹤鸟，它还附过你的身体呢，你忘了吗？然然，你看看这个鸟，你没事吧？这是父皇。三个人一起保护小师妹，保护小师妹。今天玩得开不开心？非常开心，超级开心，感觉瘦了。现在那个伟霆一直在上面，都没有，基本上没有摔过。有啊，自吃了我摔的。嗯，你金属的。那是二师兄上来之后上来就摔。对，那是太滑了，踩一步就下了，踩一步就下了。拉上去之前，上去之前，二师兄一直拉。没有啊，但是，对，我没有保护你啊，妖怪出现我保护你啊，只有那一次，我自身难保啊，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再一次吧，好，来，约定好美好的约定，来，一二三，战斗！101的男友。出发吧！哎呦，101！现在心跳不止，真的好紧张。我在山下的后花园等你很久。如果说非要在这个岸上加上个期限的话，我决定是1万年。被他们整得已经是完全疯了，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至于效果怎么样，还有待你们检验了。期待我的表现。哎呀，你别着急呀！哎呀，小蕊，
就都到家门口了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？哎呀，我不是不让你进去，我就是害怕你到了我们家，我们家人吓着你。吓不着我，你这么好，你家人肯定差不了，怎么会吓着我呢？不是不是，我们家不是演艺世家吗？你都知道这事儿对吧？啊，我知道。他们都是人来疯，我就害怕。我也是演员，我不怕，放心，吓不着我。走走走走。那一会儿，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啊 ？OK， 没问题，走。我回来了，爷爷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就是爷爷奶奶是吧？哎，爷爷奶奶，快来！爷爷奶奶，这个就是我男朋友小明，就是我给你们买的那个。你是小明啊？爷爷还是奶奶？名字不错。奶奶，你好，奶奶你好。哎呦，这个小伙是真不错。奶奶，我在这。这个小伙是真不错。这个小伙是真不错。哎呦，行了，爷爷奶奶，你别玩了，你们赶紧坐下吧。你看小明给你们买了这么多礼物。是，哎呦，礼物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妈，这是我男朋友。阿姨，这是我妈。阿姨，呀，好啊，这男朋友叫什么呀？我妈是唱二院的。哦，来跟着一块扭啊。扭不扭吧，名人。啊，扭吧。那不错呀，阿姨第一次见面啊，没啥东西送给你，来给个手绢。哎呦，哎呀，行了妈，你别扭，赶紧做饭去。行，没事，跟阿姨下楼扭去啊。我妈就唱二人转的，年轻老爱扭了。没事，妈跳的真好。哎，爸，演员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叔叔，爸，这是我男朋友小明。叔叔你好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世袭演员是吗？哦，对，叔叔，是。我跟你说啊，抓紧时间，一会儿光就不好了，咱们还是拍那条吃饭的戏啊，来，抓紧时间。我爸呀，就是导演，他平常在外面导戏，没人听他的，所以他回家不管干什么都是那种拍戏的状态，他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哎呀，你来。这样啊，咱们争取一条过啊。三二一，开场音乐。哎呀，我说开饭啦！这个菜呀，真不错。哎、好，试戏演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掉筷子了是不是？抢戏是吗？没，我没有。爸，再给一次机会行不？给孩子一次。行吧，咱们再从头来一遍，好不好？你这样，你刚才哪只手掉了筷子？右手。夹的什么？夹着这个肉吗？好啊，带着感觉啊，从你夹筷子，再吃这个肉，再来一遍啊。我们家从来不掉筷子的啊。千万别错了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哎呀，我说开饭。这菜呀是真不错。好，会不会演戏？是不是演员？让你来试什么来了啊？刚才你第一遍的时候是不是吧唧了两下嘴？三下嘴，然后打了一个饱嗝。这个菜呀真不错。哎，有你在干什么？叔叔，不是爸，再给一次机会，这次肯定不能错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抓紧时间啊！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开饭啦！这个菜是真不错。好，杀青啊，不错啊，今天非常圆满啊。好了，哎呀，我说再保一条吧。啊，不用保了吗？不用保了。我没吃啊。哎呦，奶奶没吃呢，啊！你俩又演双簧，让他吃一口吧，吃一口。行，让他吧，抓紧时间啊！那我来，哎，待会儿菜都没了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哎呀，这菜呀是真不错呀！好，差不多了，哎，吃完了啊。走吧，吃饱了吗？抓紧时间啊！咱们现在是饭后活动啊，来。好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这饭后活动呀，就是演戏。我爸我妈不是演了一辈子了吗？他们一会儿说什么，你就接着他们的台词儿顺下去就行了啊。
我尽力，我尽力。这事要成了的话，咱俩就 yes。至尊宝，我要杀了你！叔叔，你这干嘛？叔叔，这怎么回事？周星驰版的《西游记》，快接接！周星驰一万年那个。那个。当这把剑离我只有0.01毫米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爱上了你。如果说你非要在这个爱上加上个期限的话，我愿意是一万年。女儿，我没有问题了。哎，我爸才把你接上了，爹。你这个孽徒，师父告诉你多少次，不要出去惹是生非，惹是生非，你屡教不改。现在师父要惩罚你，你整天唧唧歪歪、唧唧歪歪的苍蝇似的，小不小心我 K 死你啊！哎呀，不是，是六小龄童版的《西游记》啊。六小龄童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吃葡萄。师父，饶命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师父，饶命！老伴儿。这小伙挺灵啊，挺灵的啊，挺聪明，啊，行了行了，过了，过了过了，我爷爷的你也接上了，这下来就我奶奶的了啊，我奶奶最容易接了，你奶奶，啊，哦，二师兄，二师兄。小师妹，我在后花园等你很久。二师兄，我是白龙马呀。白龙马？不是，是张纪中版的《西游记》。不是，你们家《西游记》到底有几个版本呢？孙女，不行啊，没有造诣。不是奶奶。没事没事，不用管我奶奶，我妈还有我妈啊，家里我妈说了算，只要能接住我妈的就行了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不是白龙马呀，二师兄。奇谈，你跟我在这演猪八戒，你演什么你都不知道。王伟，不容易啊！阿姨，收敛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妈，我跟你说呀，你演戏啊没有造诣。不是奶奶，这个孩子，我挺你啊！爷爷，小伙，别着急，叔叔，我很欣赏你，我决定下一部戏的孙悟空让你来演。好啊，但是我真的想知道你们到底是哪一个版本呢？哪个版本是吧？这都不重要。首先呢，你这个任务呢是找到七颗龙珠，然后呢召唤神龙，然后。Ha ha!
年轻人真是啊，走了包也不拿。师傅，走。Real 鸡尾酒，我们都爱笑，现在继续。我们都爱笑，由芋头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。你是谁的女朋友？哦，然后我是一个这个卖画者。小师妹会觉得很遗憾，好不容易从中拉出中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在戏里我是他的过客，今天他是我的过客。没有呢，我没有当你是过客。表现的就是。不是，只是剧情吧。剧情。对，其实今天我就变成过客了。看今天天真好哈，月亮真圆。哎，袁东。哎，白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我在外边了。你这样啊，袁东，你现在赶紧过来给我送点钱。我现在走不开啊。别，袁东，你听我说啊，那个、啊、我约了迪丽热巴老长时间，他今天终于出来了，我现在身上就剩20块钱了，你快点啊，我出门从来不让女孩拿钱，你赶紧给我送点。我走不开。你别，袁东，快，你赶紧你快点，你帮我个忙行不行？行了，我撂了啊，再说吧。哎，袁东，德白。哎，干嘛呢？给谁打电话呀？等你呢，那个给那个无关紧要的人打电话。好，那我们要去哪儿吗？应该先坐会儿吧。好的。这风景这么好。哎呀，刚来。那个今天晚上月亮好圆呐。哎，你看那个月亮，你知道月亮现在这么亮，都是太阳前两天给它的亮，浪漫不？挺浪漫的，所以我们要赏月吗？对，看看月亮呗。也没啥事儿，那个，哎，这样这边太静了，我们去那边小河边走一走吧。好呀。好，走。啊，走。那个今天上班累不累？还行吧。哦。还行。嗯，公司新来了一个职员。是吗？嗯。帅哥。买束花吧，今天情人节。你要花吗？要。要花是吧？要。你这个花多少钱？88块一朵。你88这价钱也配不上我身边这位美女啊。我觉得配得上啊。你要吗？不要。好。那你等一下，别着急啊。那个88是不是有点贵啊？今天情人节差不多了，这个价钱。你情人节你可以定其他价钱呢。你看你16、3块，你不都是定吗？你这样5块钱3朵，我不跟你讲了，好不好？不行。别，要不我自己买吧。哎，不用，你那个不用，你这花你，哎，扎手了。怎么？你这伤人唯利是图是不是？弄花你不把刺儿弄掉呢？你走，滚。手没事吧？死人多半有病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别管他。哎，你看那边有烧烤摊，伤人。吃烧烤。烧烤，你饿了？啊，饿了，我们去吃烧烤。那吃点烧烤。老板，哎，来了，我们要烧烤。哎，先生小姐，菜单啊，吃点什么？你先看看吧。好啊。骨肉三连要20串，烧烤要20串。哎，等会儿，亲爱的，等会儿别着急。那个，我看你这个素菜都有什么？豆角怎么卖的？哦，豆角1.5。豆角1.5，豆皮呢？哦，豆皮5。金针菇1.5。啊，这三样给我来5块钱的。你吃不吃肉？我吃啊。吃肉，你个买这么多了，赠个肠吧，再赠2个腰子，是不是？过节了，今天。一共点了5块钱的，一个肠3块，一个腰子5块，我送你8块。
没有这么做生意的吗？你没有，你这今天过节了，生意这显得你这个会经商。别，我会经商，我也不能。你赠送一个吧，你赠送一个吧。这肯定不行。我来点。你有意思的。好好点。骨肉三连要20串。哎，行。然后牛肉串要15串吧。哎，好。然后，哎，你那里有东西，我刚才看你那有东西，你这个串是不是不干净？我哪儿不干净了？里面是不是放泻药了？卫生许可证在里面。新闻都报了，卫生许可证。做生意的要良心，要什么许可证？良心？你有没有良心？我告诉你，你这里肯定放泻药了，怕他拉肚子。别吃，就这样人，还带你出来呢。不干净，不干净，不冲别的，小姐。商人，就凭你这种，你拿这种性格，我送你一串。你拿走啊！不要，谢谢，拿走。你干嘛？不好意思，走。你的菜单，对不起，喝醉了。有意思，人还，你快走。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呢，商人呢，就唯利是图，良心，记住良心。别说了。你听我说，亲爱的，我前两天看新闻了，那个现在这些东西，它里面就放那些不干净东西，让你拉肚子，不干净。我俩出来约会得吃干净点东西，那你说我俩吃什么呀？吃什么？那边有家西餐厅，要不去那儿吧？西餐厅啊，那走吧，走。这不干净，要吃干净东西。哎呀，西餐厅真好，这酒应该都免费的吧？那个服务员，二位好，这是彩排。你好，服务员，那个你先看。我先要两份牛排。等会儿，亲爱的，那个牛排多少钱？牛排是188一份。188，你这样冰淇淋多少钱？冰淇淋是5块钱一个球。5块钱一个球啊？来两个球，一个巧克力，一个抹茶的啊。饭前先吃点甜点，这样会更好。就要两个冰淇淋吗？对的，先来两个冰淇淋。那先生，请您买下单。好，多少钱？冰淇淋5块钱一个球，两个是10块，餐位费46一位。多少钱？46一位。对。一个人46是吧？对，两个人92。我在这什么都没点呢，那怎么就要46呢？我就点那我点餐了，是不是可以免掉这个台位费啊？我们餐厅有最低消费。没事，你下单吧，我来买，你看还是人家大方。你等会儿，我这个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不交这个餐位费？因为我都点了两个冰淇淋了。不是先生，你要是觉着不合适，你可以到其他餐厅去吃。怎么了呀你？点了。牛排多少钱？188一份。188，来上三份，他一份我一份，那份祭天，来都逼我是吧？那个冰淇淋，5块钱一个球。抹茶那5块钱一个球，一样给我来10个，所有口味一样来10个。台位费是吧？48，这还有2位都给我算上啊！我这有人，你别管了，我就交钱。先生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你去吧。哎，好嘞。我没事，亲爱的。我感觉你今天特别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不对，还行，挺好的。那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呀？没事，亲爱的。你说我走了呀？你等会儿是吧？哎呀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个月工资都花了，浑身上下就剩20块钱了。我爸不是病了吗？那钱都给我爸看病了。我这人好面，出来不想让女孩花钱，所以我就哎呀。你也知道我这好面儿，就这点事儿你早跟我说呀，我又不是冲你钱出来跟你吃饭的，这单我请了，坐下吃啊。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真没事。对了，你爸爸那儿我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没关系。要不咱们先去那儿吧，行吗？也没关系，我们吃完饭再去也行。那咱们先吃。白哥，先吃点饭。哎，拿着拿着，1万块钱，就上个月欠你那个。不用啊，不用。哎，嫂子，真漂亮。哎呀，我说嫂，你找我摆个算找对了，我摆个鞍山一霸，有钱，这是我上个月利息。那他父母现在还好吗？刚去马尔代夫。挺好的呀。啊，挺好的。不是我那个骗子。够意思，就是为这点钱，我给我妈跪2小时，多有心。任东，你回去接着跪着吧，好不好？你回家接着跪，跪4个小时。我说你，哎呀，热巴，你等我一会儿。爱笑金足，我来啦。Hello，嗨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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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哎呦，喜欢吗？喜欢啊。所以上次你跟一峰来的一块来的，对，你觉得上次哪个让你最想不到？然后风火轮。有没有给你搞到很受伤？好了，这次是你们三个人组团来的。嗯。给你们一个特权卡，我来提问题，然后你们分别在自己的题板上回答出这个问题。嗯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师尊和屠苏一块掉进河里，大师兄会救？每个人写自己的答案。不要互相看啊。不用想了吧，这个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安吉王，谁是安吉？不要有眼神交流，不要作弊。哎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没有试过作弊吗？我刚才这么明显，你也看不到。哦。什么哦？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气死我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二十三。师兄，大师兄啊，我从不把他当师兄，他是我师弟。行行，那你们 NG 的时候一般在什么状况下？国语不好，台词问题，笑场多吗？笑场多，笑点低。第三道题啊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这种类型的男生，请坐吧。这怎么办？完了，我真的拿不到卡了，你们两个也要拿。其实现实中的陈伟霆已经有很多女皇了，你还不明白？还不明白？啊，明白。好了。喂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，他们俩都答对了。对啊，是我啊，他学什么？哇，什么？兰兰大师兄二师兄少过。有大师兄，有二师兄，都有。他们两个不一样，我们都有啊。好，有你们的。既然我是一个好人呢，我就给你们一张卡。OK， 走。天佑城小分队，棒棒的，出发啦！拼了！师兄啊，大师兄，师兄。啊，一伙人。那个特权卡，我想就是用到最后，因为我想放在最后反转。好，哎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头顶来，一二三，来，出发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师傅，凌月，我感觉你内力好像不足啊。师傅，我的内力很好。师傅，我的内力很好。我可以用我的掌风熄灭这个蜡烛。我可以用我的掌风熄灭这个蜡烛。可以用我的掌风让蜡烛点燃。好。
我也可以用我的掌风把那个蜡烛点燃。哈！师傅，我还可以用我的掌风让蜡烛移出去。站起来！师傅，我也可以用我的掌风把它移走。乖，站起来！嘿。哎呀！按住！站起来！师傅，师傅，我不仅现在内力好，我不仅现在内力好，而且我的轻功也是了得的，而且我的轻功也是非常了得。不信你看，不信你看。
师傅，我要下来了。师傅，我要下来了。好。下来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昨天和二师弟比武，受了内伤。我昨天跟谁比武？二师弟比武。我昨天跟二师弟比武，受了内伤。啊！居然受伤了，快把二师弟叫上来。二师弟，二师弟。师父，师父，昨日与大师兄比武，他出手太重，我受了内伤。昨日与大师兄比武，他出手太重，我受了内伤。既然你给二师弟打伤了，就由你来给他疗伤。二师弟，坐到上面来。是，师父。你先别动。好，坐。双腿，双腿，好，别再靠，好，来吧，凌月，给二师弟疗伤。二师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二师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觉得自己好多了。那个，师傅，我觉得自己好多了。好，好了，下来吧。徒儿已经痊愈，告辞了。徒儿已经痊愈，告辞了。好了，凌月，师傅决定派你下山。准备一下吧，师兄。哎，师妹，听说你要下山，我是来帮忙。我把你的宝剑带来了。我把你的宝剑带来了。多谢师妹，多谢师妹。师兄，师兄，还有你的剑穗儿，还有你的剑穗儿。剑穗儿我就不要了，剑穗我不要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耽误我出剑。他耽误我出剑，那没有他就不耽误了吗？那没有他就不耽误了吗？没错。然后是意外，爱情是伤害，想逃也逃不开。命运再主宰，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。那关塞。那关沧海。不信你看，不信你看。我还是想觉得你拔剑的样子特别帅。师兄，我还是觉得你拔剑的样子特别帅。你拔给我看。
但是我不想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看就不看，不看就不看。谢谢。师兄，师兄，这是我送你的仙灵。这是我送你的仙灵。快坐到台子上。哇哇！我看，有电的。体内还是有妖气啊，师妹，帮着你师兄把妖气逼出来。是师父，是师父。这边别急，你们先来。记住动作。师兄，我要运气了。师兄，我要运气了。嗯。师兄，我要运气了。嗯。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。哎！这。好了，师妹，喊口号。师兄，我要运气了。嗯。喊口号，我看见，预备，走。我看见一座座山。一座座山川，一人撑场，撑场不够，不够，一人不够，撑场。我看见，走，走。我看见，走，走。同意。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，走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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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嗨。师兄，啊，师兄，累死我！我还有最后一样东西要送给你，我还有最后一样东西要送给你，给你个香蕉。香蕉我就不用了。给你个香蕉。我不用，我不用。它可以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保护你。它可以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保护你。不用，不用。因为我会
万箭穿心。今天我会万箭穿心。万。万箭穿。Real 鸡尾酒，我们都爱笑，现在继续。我们都爱笑，由芋头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。万万箭穿。收起来，这些东西我都帮你收起来。嗯，停，停，停。停。师兄，一路平安。师兄，一路平安。再见，再见。通过刚才一系列行动，我发现你还是内力不足啊。师傅给你补充点内力。是师傅，是师傅。来，站好，摆出我派的吸收内力姿势。怎么样，师傅？我好多了。好，站到一旁，挺住。好，领月准备好，呼气，吸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呼，挺住。站好，站好，撤退！我哇！哇！Oh!
这期那个进度就录到这儿。哎呀，我先下，谢谢。别走，这特权卡可不可以用来整消穴？可不可以？你看，再吹一次吹风机好吗？不要了。哎，可不可以不要？好了，我们来了吧？啊，真的要来？师傅，好。 我觉得第一次好厉害啊！你们那个吹风机，一看一下就好像很贵。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？吹风机啊，真的是一个飞机，是飞机。对，哇，真的是一个飞机。天哪，好厉害！好厉害哦！对，怎么样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下次还来不来？来，一定来，一定来，一定来！你干嘛？干嘛？特别好玩。 血清了，不用管我，快把血清上载到电脑里，快！不是，电脑密码是多少？密码是98765443。 怎么还差一个空格？博士，还差最后一个数字，最后一个数字是多少啊？博士，你怎么了？博士，你快醒醒啊！博士，最后一个密码到底是多少啊？博士，你醒醒啊！博士，大师，我都单身20多年了。 今后都不想再过光棍节了，你说要该怎么办呀？嗯？予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哦，大师，您的意思是，只要我努力付出，就会有回报。
就会等到我的真命天子。大师，您是这个意思吗？来，给我。我已经单身6000年了，让我们在一起吧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想让自己变得强壮一点。嘿嘿，我可以帮你实现你的愿望。你看到你脚下那个大烤盘子了没？它是玉米粒的天堂，它可以帮你实现你的愿望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愿望，我就是想等一次，就一次就好。我告诉你了，跳进去，这样的话，玉米粒的天堂就会让你变成玉米粒的李易峰。跳进去。真的吗？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那我一定要试一次，快点，不要拦着我，让我试一次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李易峰了？哇，帅到掉渣，你要试一下吗？我就不用了，我家里头的煤气还没关呢。再见。小弟，有一个美女喜欢我。有压力啊，没事，演员来的嘛，演出来吧。我想问你个国语，就是我们出事啊，出事，出事，从头排你就知道我出事了，我们出事了。老大喜欢那个美女，但是他好像感觉到那个美女喜欢那个小弟。我有出现以后，就取到那个春花。太阳咋的呀？40、44、44、44、44。后来发展成怎么样？大家继续看吧。啊！对，你现在还记得吗？我40、44、44、44吧。快点走。对不起。知道为什么咱们今天回到村里吗？我们有出息了。没有错，咱们两个有出息了。嗯，我跟你说过啊，我要是有出息了，我就娶咱们村的村花石蕊。你看今天我穿的帅不帅？好帅。多跟我学着点好不好？啊，这么的，一会儿我来拥抱他，你把这个花送给他。好啊。好嘞。回来了，石蕊。魏婷，你回来了。是。你在外面累不累呀？不累。石蕊，我在这儿呢，我有出息了，我从城里回来了，我一个月能挣6000多块钱。你显摆啥呀？能挣钱就挣钱呗。你以前挺朴实那劲儿，你现在太浮夸了。魏婷，你在外面现在能挣多少钱啊？3000多。3000多，挺好的，能挣就好啊。哎呀，你老问我弟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怎么能是浮夸呢？我现在真的很有文化的啊，4国语言我都精通，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。哎，你普通话都没说好，你学那么多语言有啥用啊？你要当卖国贼咋的啊？我卖什么国？魏婷，你现在说话说的怎么样了？普通话里说。对呀、啊。还行。还行啊，你说说我听听。40、40、44、44、44。哎呀，你说的真好，44、44、44、44，我都听清楚了。这个花是，我跟你说，石蕊，这就是咱们两个爱情的见证。我决定了，明年我给你买头牛，这是咱俩的嫁妆。真的太感谢你了，没想到你出去了还想着我，还给我买花。不是，这个花是我送给你的，石蕊。你老在这显摆啥？这花我拿着就得了呗，你还想咋的呀？哎呀，这一路走来都热了，你赶快把外套脱了吧。
停，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么热的天，我也热了，是不是？我也热。你不是解个领带，我这个领带不比他的鲜艳吗？真的。行啊，你在外面破产了啊？我造成这样了。不是都实行这个扔领带吗？雷霆啊，我知道你这一路回来呀也热了，来，快洗把脸。好。先洗，你当弟弟的先洗吗？对不起，我也热了，真的，我也洗把脸啊。不是你洗脸你就洗呗，你哭啥呀？不是那个水太脏了，你几天没洗脸了？我今天早上才洗。哎，我这牙。停，帮你擦擦脸。谢谢。给我一个毛巾吧。没有你的，没有你的。啊，弟弟，过来，看明白了没有？这个事态，感没感觉到我们两个这种暧昧的关系啊？这种干柴烈火的感觉？爸爸说爸爸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太年轻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什么都不懂。他绝对是我的，只不过呢，现在他觉得我还挣得太少，这样，我继续出去挣钱啊，你来照顾好你的嫂子怎么样？哦，好。诗蕊，我要走了，这是我一点点心意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等我啊，加油，老弟。伟霆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哦，没有什么打算。那咱俩出国吧。去外面见识见识，但是我没钱。徐恒刚给我6000啊。怎么不系安全带呀？真是，你也不系安全带，一点安全常识都没有啊！我跟你说呀，年轻人呀，就得有安全意识。安全带多重要，那没有它我不得甩出去了，真是。我们都爱笑，现在继续。我们都爱笑，由绿头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。哎呦，容嬷嬷，你拿的都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您不知道，我外甥这不开学了吗？给他买的开学装备，苹果3件套，这不是手机、iPad、电脑。妈呀，你这10个月俸禄也不够买这些呀？我俸禄是不够啊，但是某些人
把他龙椅下边的私房钱偷偷给奴婢了，这不才凑够了吗？到现在奴婢还装在身上，还冒着热乎气儿呢。鲍勃准备上了，鲍勃，变身鲍勃，皇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别在我坤宁宫跪了。谢皇后娘娘，真是的，我们小时候开学，无非就拿点文具了、铅笔了、文具盒什么的。你说现在这开学，孩子们拿的东西越来越贵了。哎呦喂，我的老姐姐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您那会儿，就是因为您平常从来不跟什么阿哥呀、格格们交流，缺少母爱，就不像我，我就懂什么年代，经常跟他们交流，我身上才有母爱的光环。我要是有人关心，我也是圣母。哎呦，别扫大眼的说了。你把嘴闭上吧，容嬷嬷。你说这开学这哪是学生开学呀、这明明是商家开学。你就不懂了吧，这就叫开学经济。哎，热，想买个冰棍儿。哟，吴阿哥，我跟您说啊，咱们现在这是开学促销季啊，您呢买这个文房四宝给你打八折。哎、我就买个冰棍儿，我不开学。哎呦，我跟您说，以您的聪明才智，考个功名跟玩儿似的。那是，还能受皇后娘娘的气吗？是，啊、买了吧。哎呦，这是啥？哎，文房四宝啊。这是笔是不是？哎，没错啊，我写个龙好不好？好啊。太漂亮了，真的非您莫属。是吗？哇哥，我跟您说啊，哎，真的，您是不是喜欢带串的东西呀？你咋知道呢？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了，真的，现在这款怎么吃都不会化，喜不喜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买两个呢还能送一个，你要想买的话呢，买我这个出版的书《求学之路》，让你从五年级到六年级不成问题啊。来来，怎么买了这个啊？是，行，何嬷嬷你慢走啊！哎，发财！您看看了吗？就这种促销手段，换你不买，你受得了？虽然商家的手段有点极端，但也不能完全怪商家。核心问题啊，就是攀比心理。哎，当，哎，我来了一个威哥。哦，你看。哟，当，哎，我也来了个威哥。您给谁回呢？哎呦，就是一个无良的小广告，我告诉他以后别给我发了。容嬷嬷，你给谁发呢？我也告诉他以后别给我发了，要以国事为重。以什么为重？啊，这都不重要，皇后娘娘。哎，容嬷嬷，为什么你的威哥跟我的威哥不一样啊？哟，这可是皇上御赐给我的，叫阿翔，纯种海东青。你那是肥鸡，能一样吗？你看看，我刚说完攀比心理，就得从你这开始治治这个攀比心理。哎呀，好了，皇后娘娘，现在我外甥第一场比赛都输了。哟，考试没考好啊？不是，开学大比拼输了。哦，你刚才说那个以国事为重是谁呀？爱新觉罗。鲍勃上。元东，知道啥是苹果吗？知道，这开学我妈新给我买个 iPhone、知道啥是 iPhone 吗？哦，你说说。这 iPhone 我告诉你啊， iPhone 怎么用的，你看啊，这样、哎、哦，对，我妈一早上也给我拿了一个三件套，还有俩呢，你看。哎，这是啥呀？这 iPad， 我刚研究明白。那你玩吧。哦，这 iPad 呀、啊、对，我还有这个。真是，拿玩吧，拿玩、哎、这个好啊。啊，哎，你们看什么呢？iPhone 啊 iPad 对呀、啊、iPad 我也有，看跟我这一样的。我这个大对你那仨呢、啊、对呀、啊、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啊。来，小米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呀是我暑假新交的男朋友，怎么样，像不像古剑里面的大师兄啊？你也别太羡慕我啊！只要你努力的话，你也能找到的。我已经找到了。
去冷了，小心着凉。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我还是觉得二师兄比较帅。二师兄啊，二师兄好像最近在追求我。其实我真的挺不错的，你再考虑一下吧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要选谁。真的，你哎呀，我啥也不念呀。不是，洪蕊，洪蕊。哎呀，太不像话了！这学生孩子到学校是学习本事的，又不是去走秀，干嘛呀？这是。但是你说这孩子如果这样输了，那不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那你也不能顺着孩子来呀，孩子不明白也就算了，家长还不明白吗？啊，你这样不就助长了孩子攀比心理了吗？哎呦，攀比怎么了？在现在这社会，自信不就得用金钱来培养吗？你瞧你，你要没钱，你能打扮这一身皇后气质，对不对？你要没钱的话，你不就像个给人端茶递水的老太太吗？哎呦，容嬷嬷，你上天了，登月了是不是？没有，皇后娘娘恕罪，我错了。有皇后气质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哎呦，容嬷嬷，你都出太阳系了，拦不住你了。皇后娘，这都不重要。那你说我就这一个外甥，我为什么不疼他呀？对不对？你都不得溺爱？你也不能溺爱。那你还溺爱皮特鲍勃呢？皮特鲍勃是我左右护法，我又没照顾他们。再说他们两个又不是孩子。你就是溺爱。我哪溺爱？溺爱。老东西，你都出银河系了吧？你有老东西，宇宙装不下你了。你好不了溺爱。去平行宇宙，去另外一个空间吧。你去吧。黑洞虫洞。儿子。哎妈。妈给你把上大学的入学手续都办好了。哎呀，你这马上就要上大学了。上大学谁没上过？不就上个大学吗？妈不想你吗？哎，行了妈，我饿了。妈刚给你冲的奶，赶紧趁热喝了啊！哎，我不喝大了还喝奶、啊？哎呀，快喝吧！你这一走就是四年，以后妈不在你身边，谁给你冲奶喝呀？行，你趁热喝。那我乖儿子。喝好了，我困了，想睡觉。哦，妈哄你睡觉，来来来，来乖儿子，妈给你讲个睡前小故事啊、哦！哎呀，快醒，快讲吧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皇后娘娘每小时走一米，容嬷嬷每小时走两米，问谁能先到皇上旁边？现在这些数学题怎么这么难呢？因为所以，这怎么造句啊？因为容嬷嬷太美丽，所以皇后娘娘很失意。说现在的政治题出的啊，全都是毛病。他问这个后宫中谁最大，这理论上明明就是皇后啊，可是现在容嬷嬷却占上风，太多毛病。哎，这个化学题，问 Peter 和鲍勃是不是用金子做的？依我推测，以皇后娘娘的实力，应该是铜。爸。我的作业写的怎么样了？正给你写着呢，儿子。马上就开学了，还没写完呢。实在是太多了，这次不是就这点任务完成不了，怎么当爹的你？是，我告诉你，快点写啊，到时候老师收作业收不上来找你。我知道了。快点啊，一个个的，听没听见？尤其你，谁写不完谁也别想走。哎呀，太不像话了。你说这到底是孩子开学还是家长开学呀？真是的！哎呦，人家长都没说什么，你搁这操什么心呢？我跟着操什么心？那怎么着？学生军训，家长是不是也得跟着呀？那当然得跟着了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这教官都跟学生起冲突。哎呦，这事儿你也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现在你说多少家长人都抵抗军训呢？抵抗什么军训呢？军训是好事儿，那是让孩子强身健体。让他们明白什么叫组织性、纪律性，那是为了国家未来培养人才，怎么能取消呢？胡闹简直！行了，容嬷嬷，床底下那私房钱呢？我给你没收了，别再惦记了。皇上，奴婢对不起您，没有守住您给奴婢的爱。
行了，容嬷嬷，我跟你说呀，你呀就是对孩子太溺爱了，像你这样的家长一定不在少数，是吧？宁愿增加自己的家庭负担，也要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，这是错误的。孩子到学校那是学习的，学校是以学习为重，你弄那些花里胡哨干嘛呀？一定要给孩子培养正确的价值观。行了，你外甥一会儿不开学吗？嗯，不开家长会吧？嗯，我去给你那些家长们讲讲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，怎样正确引导孩子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价值观没整明白，回头爱情观全给我外甥毁了。那我就给他们讲讲 Peter 和鲍勃的正确使用方法。不要了吧，皇上叫奴婢呀。我们都爱笑，现在继续。再来吧，再来。陈浩民、陆婷婷为父过生日，动感广场舞嗨翻全场。地铁站里欢笑多，碰瓷兄弟地铁倒爷很傻很天真。我已经垄断整个地铁行业了，还有半个小时，你这些票就作废了。歌版奇遇记功，陈浩民我三个愿望，能否摆脱自己不公命运？Money 哦，准备好，济公。活佛济公陈浩民现身镜子屋，广亮师兄林子聪冰桶师身，哭笑不得。精彩不断，爆笑不停，尽在每周六晚，我们都爱笑。站起来，苏苏，给我等着。你是板蓝根的，还是我的？大家好，我是陈伟霆，我是殷浩明，我是叶巴。我觉得爱笑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，然后慢慢接下来，你的人生就会超好、超好、超级美好。爱笑就是快乐，爱笑就是对幸福的诠释。爱笑的人绝对是性格直爽、豪放鬼。大家记住，每周六晚上，每周六晚十点，周六晚22点，锁定湖南卫视，我们都爱笑，我们都爱笑，我们都爱笑。